小林玩具。嗨，欢迎来到小林旅行社，今天要带大家参观的是豪华游艇。哇！哦，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小林旅行社，请问你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旅游套餐呢？我想好好享受夏日的阳光，我想和清凉的海水近距离接触。哇，那你们就来对了，我们今年啊推出了非常豪华的游艇套餐，既可以享受阳光，又可以感受大海的凉爽。真的吗？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游艇旅行套餐吧。好啊，豪华游艇来啦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豪华呢？来，你们赶快上来参观参观啊。怎么样，很不错吧？如果你们还想更享受阳光的话，可以把这个顶取掉，当然也可以坐在上面享受日光浴啦。哇，视野真的太棒了。我们的豪华游艇具有多功能空间，这里有沙发，有可折叠单人床，这里有洗手台、淋浴，下面还有烤箱，这边有可移动电视，是不是应有尽有呢？芭比，我们来看电视吧。我们还没报名呢。客人们，还不止这些哦。收起单人床后，能看到下方的台阶，通过它可以来到游艇自带的小型泳池哦。哇，真是太清凉了。就是说呀。我们还没报名呢。客人们，客人们，接下来真的是我们游艇的最大特色，噠噠，海上滑梯。安装在这里就可以呼呼入海了。哇，你们还没报名呢。真好玩，太好玩了。真好玩。而且我们游艇上还免费提供这样的潜水装备以及游泳圈，大家玩累了呢还可以在这边享受美食。哪有你们这样试坐的呀。好累了，我走了。阳光真好啊，我来自拍。喂，我说你们还没报名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林，要不你帮我们报一个三人的游艇套餐吧。真的吗？好的好的，马上帮您预定。那就祝你们旅行愉快啦。哇，太享受了，真是美好的假期啊。真不错，今天又卖出去一个游艇套餐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不是芭比的包包吗？